开始就有说他们这次不提供什么纸杯那种，就是减少一次性的垃圾，让你水壶，然后你就带着跑这样子去装水，然后去喝水，然后就对环保有比较好的贡献这样。有上面有脏脏的，有吃过的东西，所以是丢一般垃圾。一般垃圾，对。你要决定它能不能回收哦。传真纸可不可以回收？不行，因为它上面有油墨。100分。可以让我们对于就是环保比较有概念啊，怎么样做资源回收啊？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环境，其实最后要这个承受这恶果的还是人类自己。这是一个非常有环保概念的运动赛事，它有用宠物性使用的背包，还有水壶，还有这边有义工在这边讲解环境，怎么样的，不要浪费资源，然后可以不要用一次性的东西，让东西都可以回收，我觉得值得推广，谢谢。